杆头放到黑球的正上方啊，垂直啊，然后呢，手架用凤眼手架扣好，好，把球杆向后移，杆头刚好到这个边沿上，然后脚尖去踩到这个握杆的这个手架上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把球杆放到脚尖上，然后对准袋口来看一下啊，对准袋口这个位置上，好，那这个交叉的这个点啊，接触的这个点就是进球点，来，你试一下。 赶紧，瞄准这个点，对你打到这个点，你就能进啊，信不信？来，哦，来。